fast forward. Taylor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 徐若瑄。Hello, Taylor 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莎拉王长云。啊，天哪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我今天身上就是五点，两个戒指，圆珠跟饰钉，然后这个就是双排钻石，这个也都是圆珠跟那个饰钉，就是我觉得很冲突。最特别的是这个珊瑚耳扣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戴珊瑚的耳扣。最喜欢的是这个耳环，因为它有黑玛瑙、钻石跟玫瑰金一起组合在一起，然后就是优雅又有个性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耳环是里面比较个性跟帅气的，所以我最喜欢它。哦，我最喜欢我姐姐送我的一条脚链，然后上面有一个 V 小 V。然后虽然常常工作上没有办法常常戴脚上，但是其实我每天都放在我包包里，人家护身符这样，因为我姐姐是我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戒指吧，然后是自己买的，所以最有意义。